感谢你的带路呢，漂泊者。这可真是个好地方啊，包罗万象，无所不有，真让人想从里到外一点点挖干净，然后摧毁殆尽。你好像一点也不惊讶我的出现呢，漂泊者。这是为什么呢？ 圈套，有意思，你们不会真的以为？请困住我吧！别想逃！我很想留下来陪你们玩一场，可惜，朋友们。 猎物，<笑>现在这里只有我们两个人，收起你那毫无道理的怒气吧。我只是想好心提醒你，眼前不一定为实，不要轻易相信别人的话，不要那么快就一剑下定论。为什么要这么执着？为什么不选择也相信我呢？还是说你一定要被我打败，才能俯首帖光？莫同学，前方启事。
我只知道我跟在你身后了，漂泊者。我的幻境需要里外联合才能打破。你身边总有摘也摘不干净、心有灵犀的帮手呢。你和精灵影提前联手，我可是有些伤心了，真是受人欢迎呢。漂泊者，你没事吧？ 当然没事了，我哪里忍心真的伤到他？漂泊者，这次的失败是我对你的献礼，表达我的诚意，希望你不要忘记我们刚才的对话。而你选择我，我将知无不言。哼，原来如此。 三日为期，看来你我都未食言。请容我正式自我介绍一次。我是今夕，很高兴见到你，漂泊者。之前确实意外缠身，匆忙之间只得留下信物，怠慢贵客，实在抱歉。 荆州的岁主现在不在荆州。是的，岁主是文明的引导者和守护者，亦代表了文明本身。岁主不在位，则必有动乱。此事牵扯重大，还望漂泊者能够保密。残星会困住了荆州的岁主局。 而此前，我正在全力调查寻找，这也是我无法与您提前会面的原因。是的，因此我与觉会存在一定程度的共感，他的记忆、感受及处境，会反映在我身上，虽然并不会那么清晰，并没有。 我能感受到觉得处境危险，且通过这几日的调查，我已知晓是谁主导了这一切。是，残星会想要提前悲鸣，引发灾难。而残星会的会监伤痕，踏入荆州这片土地，有三个目的：跟随并测试，招来你加入他们，带走岁主爵，和引导冥氏苏醒。 我想，他们也已经通过某种方式知晓你的特别之处吧。极有可能是通过觉，而你的加入无疑会壮大他们的力量。如果你拒绝加入残星会，那他们可能不会允许你这样的变数影响他们的计划，你的安危会受到威胁。我现在倒是有个办法，可以捉住伤痕。 只要他在我们的掌控之中，残星会短时间内应该就不会再干扰你。
如果你愿意协助，我会在行动中确保你的安全。感谢你的信任，漂泊者。不过，看来这段时间你已经通过信物知晓了很多的信息。不愧是漂泊者，现今荆州的情况远比人们所看到的更加严重。民事即将再次复苏，他们是文明的敌人，是集体意志的隐忧与心魔，是必须要打败的劲敌。我们尽力阻止这场灾难的发生，但残星会从中作梗，企图尽快唤醒民事。是的，漂泊者之前打败且吸收的残像无关者，是具象化了战争行为本身的残像，战死者的怨恨，偷生者的恐惧，构成了无关者的全部。无关者是拥有明示力量的残像。如若说荆州作为黄龙的关口，文明的脊梁在于不败的意志及抗争精神，那荆州的心魔则是无休止的战争及恐惧。而你不仅可以肉身吸收明示残像，还能与残像产生共感。在历史记载中，有一位能够肉身吸收残像的英雄，曾在明示战争中拯救了黄龙。在荆州建州的文献里也有关于他的记载，这个人或许和你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没错，但是这不仅仅是我个人的判断，也是绝对我的指引。云林谷里那座没修完的雕像吗？那个雕刻的就是绝。这样吗？那可以和我说说吗？如果是和绝有关的话，我应该会有所了解。漂泊者，你所说的这些我之前应该有和你说到过，我和绝可以产生共鸣。你所说的这些事情是真实发生过的，但是绝经历过的。我曾在共鸣中见过类似的影像，也就是说这段记忆碎片极有可能是真实的。也就是说，你有可能就是过去那个人，曾在文献中出现的那个人。你曾与绝并肩而立，亲密无间。相比普通人，共鸣者虽然长寿，但确实没有近百年的时间容貌丝毫没有变化的仙灵。但是你身上的谜点还有许多，时间尺度倒不是最令我惊讶的。这个可能需要你自己去寻找了。绝向你传达的最后一条信息就是前往北洛野找到明示，或许你在那里能获得自己想要的答案。明示苏醒，内忧外患，一切都与曾经黄龙古老历史中的那次危机如此相似。也许这就是你到来的原因。我从来没有寄希望于有从天而降的英雄来替我拯救荆州，我只想让你了解自己的过去。毕竟这应该是你现在最苦恼的事情吧。我希望我能帮到你，仅此而已。如果你愿意为荆州出力，我会很感激，但我不想通过让你了解自己的过去以此为理由去做出要求。荆州的人民是我的子民，自然
也应该由我来亲自守护。这不仅是我的自信，更多的是我对荆州的将士、荆州所有恪尽职守的人民有信心。弄清自己身份后，我相信你也会做出自己的选择的。我很感激你为我们所做的一切，不论曾经还是现在。在这一切尘埃落定后，如果你想要离开荆州，离开黄龙，我都不会阻拦。如果你需要帮助，也可以随时告知我。这是只属于你我之间的秘密。伤痕，你已在黄龙境内犯下数十起重罪，我现在以金令尹的身份将你逮捕，你有什么想说的吗？我想说的，我倒是很想再给你们讲一个故事，但我相信这并不是你们想要的回答。尊敬的令尹大人，无聊的开场白就免了吧，有什么想问的直接问吧。既然如此，接下来的时间里你只能回答我们的问题。那么你们想要知道些什么？诀是能够预知并修正未来的岁主，它的存在是我们实现崇高愿景的绊脚石，而我们想要做的不过是撕碎那既定的虚假的未来，将未来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罢了。那么你们想要知道些什么？明示是打开新世界的钥匙，他们的齐聚将为这个世界带来真正的悲鸣，将我们带入一个崭新的世界。灾难、诅咒、天罚，这是人们对悲鸣再肤浅不过的认知。悲鸣带来死亡，带来毁灭，带来万千残响，他们在悲鸣之中不断的反射、交织、重叠，新的生命、新的文明，只有在悲鸣之中才能诞生。我们寻找你的目的，自始至终只有一个，那便是希望你能够加入我们。明明已经身处风暴中心，却对自己的价值一无所知，该说你是天真还是迟钝呢？不过怎样都好，我们对你的兴趣并不会因为这些无谓的细节而磨灭。那么我们只好用尽一切办法将你置之死地了，但我相信你不会拒绝我们的，一切只是时机未到。囚禁诀，唤醒明示，加速悲鸣，仅凭这些目的也足以令你们成为荆州乃至全人类的敌人。也劝你们收起招揽漂泊者的这份心思，漂泊者是荆州的客人，我不会让你们伤害他。好一份冠冕堂皇的说辞，明师的复苏近在眼前，荆州早已内外交困，无暇自保，你们又能强撑多久？既然我们能够粉碎你们的计划一次，那我们同样也能够做到无数次。最后一个问题，牵制诀，跟踪漂泊者，并在七池村设下埋伏，仅凭你一人不可能同时做到这么多事情。除非如今位于荆州境内的残心会会监并不只有我一位，对吗？
对于你们的问题，我已经拿出了我全部的诚意，你们知晓与否对我而言都无所谓。你们大可试着来用尽全力阻止我们，但历史的滚滚车轮绝不会因此更折一道。现在我倒是想反问你们一个问题，你们始终认为觉得失踪是由我们的行动促成，令尹大人，难道你就不好奇这背后的真实原因吗？关于爵，你知道多少？想知道吗？来，令尹大人，这个秘密我只告诉你一个人。放肆！令尹大人，意外吗？惊讶吗？更加出人意料的还在后面。如果我说这是爵早已做出的预言，你会怎么想？能够洞悉未来的岁主却在此刻抛弃了你们，难道还不足以说明一切吗？我们所做的一切不过是在即将燃起的熊熊大火之上添加一些小小的柴薪罢了。我们来打个赌吧，漂泊者，我知道你一直在寻找有关自己身份与过去的线索，至于我所能告诉你的则是小心。你是能与我们并肩的黑羊，拥有与我们一同走入这个新世界乃至改变这个世界的权利。等到你发现关于你自己真相的那一天，你会义无反顾地加入我们。残星会永远会为你留出一席之地，而我真诚期待着那一天的到来。